这是哪儿？我做梦了，这云南君子了。你怎么穿古装啊？我是小婉啊，小姐。我穿书了。那我是谁？小姐又被妖怪附体了吧？什么情况？宿主你好，你已进入以小说《捉妖》为蓝本的平行世界。从现在开始，您是郡守千金林鱼。新手教学任务一，与柳拂衣成亲入洞房，正在为您载入新手教学模式。三、二、一。啊！你这么妖怪，这个我要出去。OK， 不就是穿书文最常见的 bug？卡剧情吗？不成亲就一辈子走不出这个院子，是不是？